既然你们在这个因为这个工作旅程当中有这么好的默契，我要来考考你们。对，我们堪称默契最差最差。但这也是一个情感好，但是默契差。这也是一个默契，就是我们都不会一样。对，感情好到可以有差异化。对。来，我现在要来做一个这个就是快问快答的默契大考验。每一题就是限时三秒，那我会问一个问题，然后呢，你们要同时回答。就是假设我现在问这一题，你要回答你自己的答案，先回答你自己的答案，但是你要去想弟弟可能会回答什么答案啊，然后再回过头来，快你回答你自己的答案。弟弟会去想你是什么答案，好，那正式来了吗？对，我们正式来啊！我们那个时间宝贵，你看酒都已经喝到，等一下要继续第二杯了，差不多喝完了，没关系，Alan 哥现在准备第二杯啊！好的，那我们就先开始，同时回答。好，那先回答弟弟的，弟弟的，对，然后再换哥哥的。好，所以现在是我觉得他的答案，对对对，那你就回答你自己的，要同时哦。来，第一题，最爱吃的东西，汉堡。吃的东西啊！你刚说吃什么？我说奶茶啦，奶茶，汉堡奶茶，没关系，汉堡。好，我记得了，汉堡奶茶，哥哥哦，被笑了。三二一，牛排。哎呦，有没有？这是我们第一次吗？对，原来第一次给了 Talk 一杯，对，感谢你们的第一次，好感人哦。对啊，你看那个赛主在旁边都笑了。啊，喝一下第二题那个接踵而来的挑战，马上很有可能会打脸。现在是我吗？对对对。最喜欢的颜色，三二一，黑色。谁跟我说他们默契不好的？好难得哦，真的，有喝酒有差啦。真的，哇塞，没喝酒默契比较不好。不错哦。然后呢，再来换哥哥哦，来，三二一，黑色。美败，再来第三题，来哦！最喜欢的数字，三二一，七。终于回归到正常状态，这个好难，这个好难哦！来哦，换哥哥哦，三二一，九。好，这很正常啦。那九是为什么？猜的，对，我猜的。好好，没关系。第四题，我们先想弟弟哦，哈，觉得。全身上下最满意的地方，三二一，眼睛。我们真的默契还不错，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吧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洗刷这个，对我有点吓到，这个算好了。你也吓到。从今天开始，之后所有的宣传，他们可以成为是最有默契的兄弟档。我们应该有比他们有玩这个吗？啊，他们没有，他们就一直喝而已。所以你看，哥哥已经追上来了，而且。其实你们仔细看兄弟俩的眼睛，它的魅力在于这个型不一样，但是各有特色。对，哥哥的眼睛呢，这个其实双眼皮很深邃，然后弟弟呢，他是细细的，但是就是那种很有人缘的那一种细眼皮，而且很容易让人家卸下心防。我告诉你，有些时候男生那个眼睛太漂亮，人家反而会有那种警戒，好像讲无害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看人不可貌相，有些时候无害的最厉害。没有，我已经无害到就是他们全部人都会欺负我。没有啊，而且就是那个一年之后，他喜欢女生还不知道他喜欢他。对啊，这样太可怜了吧？再来是哥哥吗？对，三。刚问题是什么？全身上下最满意的地方。对不起，没关系，他喝一杯了，我觉得你有这个豁免权。来，好，三二一，眼睛。不错不错，哎，我敬你们的默契。最后一题哦，我每次这样掀开就会看到 Alan 哥，但你还是盖上好了。最后一题，敏感带在哪里？先猜弟弟的。三、二、一，耳朵。哎呀，你耳朵也是敏感带吧？也是，就对对，两个要拍，对，直接碰下就会直接证明，对，就都怕痒，脖子都怕痒，没关系，你们自己再慢慢去 discover。好，那换哥哥哦。三二一，耳朵。哦，有试过？有。我常弄他耳朵啦，就不要用痒。我超痒，我其实超怕痒，真的。哎，其实你们的默契还不错，还不错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